Hello， 大家好，请干爸说哈。我们现在呢来到 CPK， 在加州很有名的一家餐厅 ，OK， California Pizza Kitchen。好，我们现在要跟大家介绍两个很可爱、很可爱的贴纸玩具贴纸本，应该算贴纸本。常常我们出去的时候啊，我们都会带着贴纸，或者是带着画册，或者带着蜡笔等等，让小孩子画。所以呢，我就会常常买这种东西，真的很可爱哦。它是这样子的，上面是写英文，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晓得是日本的吗？所以很可爱哦。它有两页啊，感觉这一本有两页。所以第二页打开来的话是这样子，它有给你两个贴纸娃娃，好可爱哦。然后有各式各样的衣服跟 accessory， 然后下面呢还有一张纸垫，就是像房间的布置 ，OK。它后面也有，后面也是有这样的布置，还蛮酷的哦，也是房间 ，OK。下一个是阿宝的，阿宝的买的是美人鱼贴纸娃娃。然后呢，它也是写，好像是写韩文 ，OK， 也是很可爱哦，有四个1、2、3、4个贴纸娃娃，然后有好多衣服哦，你看漂亮的衣服等等，还有人鱼尾巴，还有鱼跟贝壳等等，都好可爱哦 ，OK， 好，现在请奶奶打开它的。哎，这真的好漂亮哦！它的布景是一个卧室，哎，你看，好梦幻哦。然后后面这个其实也可以当布景，我觉得。然后这个呢，这样子看又更清楚，你看，都好漂亮的衣服，还有仙女棒，然后还有这个好像是糖果屋还是娃娃屋啊？你看各式各样的三色礼都有，哎，哇！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请阿改开始布置吧。In the meantime， 我们把这个打开来。阿宝会用金，我不能拿那个。所以阿宝在打开来，美人鱼那组打开来的就是这样子，好漂亮，也是一个房间的感觉，是人鱼的房间组。然后呢，配上它的，你看，好可爱哦。好，现在请阿宝去布置吧。去，面包不要掉了啊。蓝宝他们呢还在玩，那我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组餐厅。餐厅呢叫做 CPK California Pizza Kitchen， 是在美国很有名的一个连锁餐厅。然后它有名的地方是吃披萨跟面、意大利面等等的。然后它这家打的呢号召是非常的不会太油腻，但是呢却又很好吃。这还不错哦，然后而且它这个现在没有什么图片哎，然后酷的地方它会给一个小孩子的 menu， 叫做你看这个 GPK Kids， 它是给小孩子，然后它会附蜡笔三支，然后呢这会是小孩子的 menu， 小孩子的菜单哦，然后第一页是菜单，第二页打开来就是玩具了。给大家看一下哦，它的披萨是在中间那个烤，所以都是现烤很新鲜的窑烤披萨哦，所以这是他们这家有名的地方。我们看一下敢敢用的，好可爱呀、哦！你看敢敢，他拿了一个行李箱，还有仙女棒，哇，好可爱！我们看一下阿宝的，阿宝可以看一下你的吗？阿宝已经给了你穿上衣服吗？我还没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敢宝的成品。哇，看敢敢的第一面，另外一面呢，请翻过来给大家看。哇，好可爱哦！我们来看一下阿宝的成品。哇，好可爱哦！不错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CPK 的风景。